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商嘴黑。今日咧，我的嘉宾咧就系咧嚟自呢个 Pick Up Hong Kong 嘅 Founder Miracle。Hello， 大家好。咁咧，点解会请到 Miracle 上嚟嘅咧？同埋我哋今日讲咩咧？咁首先咧，等你介绍下自己先。其实你系何方神圣咧？我的工作比较特别嘅，网上啲人会称我系一个把妹达人。咁其实我系一个两性沟通学嘅导师。是兩性溝通學的導師來的，我主要工作就是教男仔怎樣去追女仔，現在2017年之後也都開始會教女仔怎樣去吸引男仔來追她們。嗯，為什麼會找到呢 Miracle 上來呢？就話時話其實我們就來200集了，我們都沒有講過這些這麼 juicy 的話題，我突然想起，咦，我有個朋友叫做 I 君咁樣，咁啊 I 君咧有一次咧就帶咗兩位朋友上嚟咁樣，我記得咧喺 lift 嗰度聽到佢話佢係做啲兩性嘅工作咁樣嘅，即係唔係兩性，即係呢個識男識女咁樣啦。你記得第一次你以為我哋係 couple 啫，咁後來先知原來係兩兄弟嚟嘅，我仲以為啊兩個都啲能量，因為啲能量好似啊咁樣。戀人就係咁樣。係啦係啦，戀人就咁樣，即係好似好有默契啊，講嘢又好。好似認識了很久樣，咁咧，我覺得咧，今時今日咧，即係講呢個話題咧，係好應份嘅，好適合添。哦，當然啦。點解咧？因為由我哋60後啦，變咗70後啦，跟住80後啦，90後啦咁樣，其實呢個愛情嘅方程式咧已經變咗好多噶啦。嗯哼。咁我話時話咧，我哋今日咧，除咗即係阿 Miracle 同我喺度啦，阿監製 Wella 咧，我哋仲有3000名現場觀眾嘅。咁你陣間佢哋會開聲咧，分享一下咁樣樣嘅。咁啊，好啦，首先講一下阿 Miracle， 點解你會開始咗個咁特別嘅一個行業呢？其實是一個緣分嚟啊。首先就係因為我經歷咗一段好長嘅黑暗時期，我相信黑暗時期就我自己溝唔到女嘅，唔好問我幾長啦。係好難相信啊，都好靚仔下係咪？誒，我以前唔係咁噶，我以前冇型仔嘅。係，多謝啊。OK。咁樣，跟住去尋求啦，真係去揾啊，究竟點解會溝唔到女嘅咧？乜嘢 trigger 到咧？我記得係，其實我冇乜所謂嘅嗰陣時，但係有一次係我爸爸去靜雞雞問我媽媽：，喂，其實佢係咪基啊？可能我款又似啦。跟住我就開始戥佢哋擔心啦。跟住我就不斷去尋求啦，去揾啦，跟住揾到哦，原來。這個世界有一種人叫做 pick up artist， 他們是專門研究怎樣去追女仔的，他們那套學問 就叫做 pick up， 如果你直譯就可能是搭訕學，其實不單單是搭訕學，不單單是學搭訕的，你其實是學怎樣跟異性去溝通的。跟著我好彩，我找到的時候剛剛那個星期六，我的老師咧就會喺外國飛過嚟有一個 free seminar， 跟住我聽，跟住我就開始咗接觸呢樣嘢，跟住開始跟佢學。即係其實喺外國咧，呢個係一個真係一個行業嚟嘅，直頭有 seminar 有 workshop 可以上嘅。有。我以為這個呢個咧淨係咧外國嗰啲電影嚇、啊、搞笑先有嘅啫。Hitch 嗰啲啊？係啦係啦係啦 ，Hitch 嗰啲啊，你有、嗯、啊你肯定知啦、啊。香港而家都有我搞係。咁啊，咁跟住點啊？你就去跟著這個大師去上堂了。是啊，哇，跟著完全打開了整個世界、啊、原來是這樣的。還有會知道其實男性有不同的原因會追不到女仔，譬如舉例好像我這樣，我那段時間我不是沒有 dating 的，我不是認不到女仔，是不可能、我最長的時間、啊、不是是啦、我最長試過一個禮拜有七日都是有 dating 的，但不知道為什麼埋不到LAN。跟住我老師話翻俾我聽，原來我係好似一個足球員咁樣，我扭波好勁，我由尾扭到去禁區，但硬係個波射唔入。陰功喺我哋銷售行業咧，就叫做presenter 同埋 closer 嘅分別。presenter 就係、哇，你講得好精彩啦，然後個對面嗰個人咧聽到哇，即係嗒曬啦咁樣，嗒曬糖咁樣啦，但係就係埋滿一腳簽唔到單。嗯哼，咁你又冇飯開啦。嗯，咁樣。嗯，咁結果點咧？嗱，所以今集咧。就好精彩啦！可能大家覺得，咦，唔係喎，其實香港咁多男仔，咁多女仔，似乎係男多，男少女多噶嘛。咁、男仔追女仔應該好容易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咁啊 ，Miracle 咧，今日咧會講下咧，到底點解男仔追唔到女仔啦？同埋話男仔咧，點樣可以扮下靚啦？
咁因為咧香港嘅男仔咧就即係比起女仔咧，就似乎咧喺扮靚方面咧，就真係遜色嗰啲嘅。我哋咁樣講已經係好厚道噶啦，你明白我咩意思噶啦，係咪？好，咁你又講下啦。咁你學咗啲咩嘢咧？當時其實好多人會誤會咗 pick up 就係點樣去撩女仔啊，點樣同氹佢哋開心啊，或者呃呃氹氹啊咁樣。咁其實咧就唔單單係咁嘅。我成日會用一個比喻啊，即係好似你去見一份工。你見一份工呢個 title 就係男朋友，咁但係呢個係其實一個雙向嘅 interview 啦，個女仔亦都係俾人 interview 緊噶 ，OK， 但係好多男仔唔覺噶，佢哋可能個 value 覺得啊，梗係佢揀我啦，其實你都係揀緊佢，呢個係一個正確嘅心態嚟嘅 ，OK， 跟住你要學識點樣寫你嘅 resume， 點樣 OK， 你知道人哋要呢份工係要見男朋友。咁究竟佢需要一個點嘅男朋友？你要識寫 ，OK？ 香港嘅男性好多就係唔識寫自己嘅履歷啊！我覺得好搞笑啊！你講到咧，真係好似見工咁樣樣。例如係點樣咧？其實 exactly。譬如話你見到即係 either 用你嘅例子或者其他人，到底你點樣去寫一個 resume？ 即係你點樣 present 你俾對面嗰個 interviewer 咁樣？咁當然唔會第一次見實，我會對你好好噶，我會唔係咁樣嘅。但係你透過去分享你自己嘅故事。分享你自己的經歷，那個女仔會覺得嚇、啊，原來呢個男仔係咁樣嘅喎、哦，原來佢好有愛心喎、哦，原來佢哇好中意小朋友，佢可能會諗啊，第日佢應該會到好錫啲小朋友喎、哦。原來哦，你講過一個故事，講你同你以前嘅女朋友點樣同佢嘅爸爸媽媽相處啊，原來佢都對第日會對我嘅爸爸媽媽都會好好嘅喎、哦。你係咁樣暗示嘅。要去女仔其實 sensitive 個男仔好多，你講一啲嘢好多蛛絲馬跡，佢哋會留意到嘅。但係好多男仔唔識咯，咁譬如好簡單嘅就係，有一啲 manner 嘅嘢咧，啲男仔會覺得係一啲好多餘嘅嘢。咁但係對女性嚟講，哇，好正啊，會有啲咁嘅感覺。例如咧？例如而家呢個年代好少男仔做嘅，譬如去同女仔食飯嘅時候咧，我會幫女仔拉開張凳。OK。跟住有啲人會照做，但係跟住啲女仔發覺唔對路喎，呢、這個男仔係特登做出嚟，因為好多人唔識拉凳，佢唔識要推翻入去嘅。跟住、啊、即係你先拉入去，拉開等佢坐低，然後佢坐緊嗰陣時候，你又再攝翻入去咁。係啊，應該係要咁噶嘛。咁呢啲你好容易會露咗底嘅。如果你夾硬去學，你平時冇早開，咁但我早開，咁但係呢一樣嘢唔係單單表現到你好 gentleman 喎，其實我係表現到我好一個好有男性嘅主導性嘅。我安排你坐邊度？即如果我就咁話，喂，你坐呢度，佢可能會反抗嘅。咁但係當我用一個咁 gentleman 嘅舉動去包裝嘅時候，佢受緊落嘅時候，佢就唔會去反抗啦。咁就啊，點解好似咁聽呢個男仔話嘅？哇！你就做呢啲嘢，咁即其實你嗰、那個去見工，去見呢個男朋友嘅工嘅時候，即一開始由可能甚至乎早到揀餐廳啊。拉凳啊，揀台已經開始噶啦。嚇，仲早開始啊？例如？你未識嘅時候已經開始。未識咁點開始啊？未識嘅時候，你估譬如我去啲場合 ，OK， 其中會好多人都會問啊，會唔會落夜場啊？會嘅，但其實佔好少部分。咩叫夜場啊？夜場可能去 club 啊，去啲酒吧會嘅，但好少，相對比例上好少。你一入門口嗰一下，其實。你估啲女仔會唔會隔住個門口有咩人入嚟㗎？啊會喎，咁樣絕對會啊！我以前我記得我後生出嚟嚇，即係蒲下蒲下喺個水面嘅時候，都會係隔住個門口有啲咩行入嚟。好多人會覺得 pick up 淨係撩女仔，其實 pick up 係一套教你點樣去社交，點樣去 networking。我譬如我一入到場，你淨係同個 bouncer 喂咁樣，佢已經覺得啊呢、這個人同呢個環境好熟啊，佢嘅人脈好廣啊。女性會唔會留意到呢啲？女性會留意到嘅嘢，絕對超乎男性想象嘅。咁所以我咪話咧，未識嘅時候已經開始咯。咁啊係喎，咁我諗翻起以前，如果譬如一個男士入嚟，佢一入嚟就已經同呢個拍膊頭啊，笑容滿面啦，跟住又同呢個拍下 high five 咁樣嗰種。咦？呢個人社交好得喎。係啊，你會覺得呢個可以吃得開啊嘛。係啦，相識滿天下喎。吃得開呢個 term 字，好多唔識嘅。但好用嘅呢個 term， 我仲未揾到第二個 term 啊！好多年輕人唔識嘅。係啊。係。係啦。我哋都未揾到第二個 term， 係啦，咁樣。好。咁好啦，咁啊，跟住由呢個
入門口啦，咁衫褲又係一樣嘢啦，係咪？咁然後跟住就好啦，到你真係可以約到佢出街啦，咁樣。咁跟住會發生咩嘢咧？通常會其實我有幾有興趣知道，跟住你上完堂之後發現到底你自己衰咩嘅，講唔講得㗎？咪就揸埋門嗰腳咯。Yeah, OK。係啊，去到嗱好多人會覺得埋門嗰腳咪就去表白咯，呢樣就係一個敗筆啦。我都冇諗過喎。因為喺 pick up 嘅世界裏邊咧，係冇表白呢回事嘅。OK。我解釋下點解啦。但係有冇民族性嘅差異嘅咧？我聽講有人話唔係喎，中國大陸同埋可能中國大陸、台灣、日本係唔同嘅咁樣。你覺得咧？有文化上嘅差異，但係總括嚟講都係冇表白呢回事嘅。點解咧？因為女性同男性去相處，你令到佢好開心，令到佢好有浪漫戀愛的感覺的時候，他是享受一個感性的世界的。如果你那一刻表白，喂，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即刻變成很 logic 的 yes no 的 question， 那就 OK， 大鑊了。通常會出現的情況就是他很想，但又不可以讓他反應嘛，跟住佢就，因為會覺得自己好 cheap。我一係就講，我諗諗先啦。係啦，我諗諗先啦。跟住你嘅底牌又開咗，咁你已經基本上任人魚肉噶啦。佢翻去諗諗先，你又尷尷尬尬，又唔係好敢約佢，好容易之後跟住就冇咗啦。咁所以唔好喺適當嘅時候拖住佢啦，攬住佢啦，甚至乎去錫佢。會唔會最即係最老土嗰樣嘢就係過馬路嗰陣，哎呀過馬路咁拖住佢，然後跟住睇佢反唔反抗。咁如果佢係即係如果佢中意你，佢俾你拖噶嘛。如果唔中意你，自然就係拍拍嗌你手，咁佢就分開啦，係咪？其中一種咁你就唔使問佢，你會做我女朋友喎咁樣。其中一種方法，但係佢縮手唔代未必一定代表佢拒絕嘅。哦，係啊。哦。好多時候可能欲拒還迎，會有啲咁嘅情況，佢縮一縮，但係可能你堅持嘅，佢又俾你繼續拖落去。哇！好多人一縮咁咪好細微啊，其實嗰、那個係好細微。咁又係喎，等我諗下，如果拖住你話拖就俾你拖，咁我冇面，係咪？咁梗係唔該，鬆一鬆先咁樣。要識觀察咯，你觀察個女性對你有冇興趣咯？我哋叫嗰啲叫做 IOI 啊 ，indicator of interest。IOI 果然好 professional 啊！感興趣指標咯，就係感興趣指標。因為女性唔會話俾你聽，喂，我好中意嘅。其實佢會話俾你聽，但佢唔會用口講俾你聽。佢會透過一啲肢體動作啊， okay. 一啲做嘢嘅節奏。哇！你上堂會學埋呢啲嘢嘅，好多呢啲。即係點樣去 yes 嘅動作同 why no 嘅動作有咩分別咧？可唔可以講少少嚟聽下？譬如女性對你好有興趣嘅時候咧。佢講嘢嘅時候會好留意你嘅，會望住你咁樣去講，去聽你講嘢嘅。呢一個係一個好強嘅 IOI， 佢對你好感興趣咯。跟住你講埋一啲嘢，佢好俾反應啦，咁樣呢一啲咪又係 IOI 咯。但係呢啲我哋做 sales 都會嘅喎。OK， 即係我哋做開 sales 係會被訓練成係望住人講嘢啊。唔係個個都 sales 啊嘛，如果你面對著 sales，、你咪知道有啲可能係假嘅 IOI 咯。咁但係有啲佢掩飾唔到嘅，譬如。他會這樣撥一些頭髮，撥頭髮，那是什麼意思啊？撥頭髮？因為女性對著她喜歡的男性，她特別留意自己的耳容的，她經常會想撥開去梳自己最漂亮的耳容給你看，這是一個很直接，是一個心理的動作來的，心理的動作來的，那還有會向著你，會向著你，這個也是 IOI， 譬如吃飯的時候，她是不是掛著玩電話？淨係哦，咁呢個太明顯啦，好明顯㗎，即係佢覺得個電話、WhatsApp 或者係呢個 Facebook 比你更加有趣咁，所以係冇可能留意唔好 sorry， 嗯，哦 ，OK， 咁好啦，咁跟住咧，咁如果譬如話你拖咗佢手啦，咁樣，咁係咪就 confirm 啦可以？嗱，基本上如果你咁樣去拖咗佢手，係拉屎嘅時候突破關係嗰下先做嘅，所以唔好你乜都未 confirm， 係唔係都拖佢手？或者看戲都算不算呢？譬如說你看戲，你的對象經常會拖你走。我聽過，不是，我說即如果你約他看戲，他肯定老老實實，如果我有個男生約我看戲，我就不是對他有什麼意思，我不會跟你看戲咯。看戲很私人的東西，所以追女仔的時候從來不會約他看戲，因為我們追女仔的時候有一個叫做黃金七小時的時間，這個是講絕對相處的時間，就是大家真的溝通的，即係
不是話我認識咗你之後，跟住隔一個禮拜嗰啲，唔係。譬如我第一次 dating 可能三個鐘，第二次可能三個鐘，呢、這個咁樣就係大家個絕對小時就係六個鐘咁樣。呢、這個係講真係溝通嘅。咁但係睇戲就非常之唔好啦，冇得溝通，傾唔到偈，咁啊兩個幾鐘就嘥咗啦。仲有喎、哦可能你可能你女仔未必覺得會啊，但係。套戲不好看的女仔會入你數喎，覺得你冇品味，你都不了解我。我嗰個同你一起相處的時間不高興咯，我唔跟住佢就會覺得唉冇 feel 咯，對啲男仔冇感覺，所以千祈唔好，好大風險。拍咗拖之後去睇可以。我記得好多好，你咁樣講起我就諗起好多好多年前，我好細個嗰時候，可能十九歲咁樣啦。咁我記得有一個男士約我睇戲，咁嗰時候我哋冇乜經驗嘅，即係。讀緊書咁樣，咁啊去到睇戲咧，嗰出戲又真係唔好睇。然後跟住咧，呢位男士咧就搭個膊頭過嚟，即係搭個手個膊頭啦。然後跟住咧開始玩我嘅耳珠。玩你耳珠啊？OK。咁跟住當然冇下次啦。跟住我就整開隻手，即係佢手咁樣搭過嚟我膊頭，我已經覺得哇，有冇搞錯你？第一次同你去街，普通朋友啫喎。玩耳珠直頭非禮嚟㗎呢個。嚇！得。佢好彩啊！我嗰時細唔識啊嘛，佢隻手開始喺度玩，即係玩個耳珠。咁收尾，你知我哋細個都睇過少少啲姊妹嗰啲啦，係咪？摸耳珠係一個 sex 嘅一個挑逗嚟噶嘛。跟住我即刻整開隻手，然後跟住誒唔好擺隻手過嚟咁樣。咁啊之後就以後都唔會見。OK， 所以唔好入睇戲。係咯，咁好啦。咁仲有啲咩 tips 你可以俾啲男士？譬如話咧，即係我中意咗個女仔啦咁樣。然後跟住又唔知人哋中唔中意自己，咁你點樣約佢咧？不會不知道他喜不喜歡你的，你要有一種信心，就是你第一次見跟著才約的嘛，你第一次見的時候就令到他已經對你有好感的了，憑你的。譬如說你現在入了一個地方，一個 party 或者一個總之某個場合啦，咁呢啲有好多女仔的嘛，可能好多女仔，咁即係你一早已經是要決定邊個先，然後跟著你就會去 take action 咁樣。但你初初你都不知道的，可能你被他的外貌吸引了，但你可能都不知道他是不是適合你樣的。這個、個 pick up 的 theory 呢，些女仔聽到可能會覺得很壞的、我們不是說你喜歡你才去追，我們沒有這個行為。很多人就會覺得追女仔是這樣的，哇，我見到這個追我就要表現自己，我忽然間變超級殺男人去追佢，唔係噶，你要將你個超級殺亞人維持喺正常嘅狀態。我講嘅超級殺亞人就係你嘅吸引力，你男性嘅吸引力，你就係要幾時都聆聽你喺一個高吸引力嘅狀態。你冇刻意去吸引任何一個，只要你行到去嗰個場合，你出現，所有女性會留意你嘅。我明白，係咪講得？好複雜，唔複雜啊！但我 figure out 喺諗緊點樣可以做到咁高深嘅嘢啫嘛。頭先我講你一入門口嘅時候，你可能拍下個扳手，喂，跟住你見到啲朋友，喂，好耐冇見啦，佢覺得你好吃得開。我唔係針對一個對象嘅喎，係全場所有女性都會有咁嘅感覺，只要佢留意到嘅話，咁我嘅吸引力係咪已經 build up 咗啦？咁到我真係，咦，呢、這個 OK 喎，我有興趣多埋佢嘅時候，我已經打咗個底啦。就係咁樣。哦，咁其實你講緊係一個男性嘅 B 型嗰樣嘢，即係個形態。Exactly 係咁。即係其實唔止係追唔追女仔嘅喎，可以係你去到任何一個場合，會唔會令你自己出眾 stand out 出嚟 from 其他嘅人，然後係可能個場度有啲係做生意嘅人啦，或者係啲有機會可以做到生意啊、做到 partner 嘅人，佢都會睇到你咯。所以咪話係一個社交的技巧，而不是真的去撩女仔那麼簡單。你說得很對的，是 being 不是 doing， 但很多人現在去出去追女仔去溝女，他就是 doing， 見到對的對象我才去做那件事，但我們是不做那件事，我們平時已經在做這個 being。 我覺得實在太好了，因為現在我覺得我覺得現在的男性是比較少了這些，即少了這個風度啦，少了這個方法啦，同埋可能少了那個知識咧，點樣去同女性相處？咁以至係可能係咪我哋啲男女關係亦都係會受到影響呢？咁樣其實我會好覺得咧，而家啲男性點解會追唔到女仔？我好覺得係因為溝通能力下降咗好多。
溝通能力不單單是口的能力，他怎樣去 present 自己的能力，絕對是我覺得你很對、我發覺現在的男士呢，就是呢，不單只是你說溝通，就是很多人呢，就可能他會很厲害，他講他自己厲害的東西、但我們女性可能當你在那裡吹噓你有多厲害的時候，我們已經咁樣啦，咁另外就係、是、我諗男士去對於佢表達佢自己的感情，或者一啲佢嘅挫敗，都好艱難，因為你講你嘅挫敗 ，OK， 咁我哋就會嚇話你咁唔掂，但係你唔講嘅話，我哋會覺得哇你死撐，你唔講你心入邊啲嘢俾我聽，即係話講又死，唔講又死，咁樣係嘛？我所講嘅溝通能力唔係單單去吹噓或者去講一啲嘢，譬如 OK， 我喺一個場合離遠一個女性。我跟他的溝通隔咁遠，我講不到嘢啦。我可能只不過是咁啱見到大家有眼神交流的時候，個溝通可能只不過是咁樣單一單眼。哇！呢一個你估係所有男人都咁做，個女人一睇到，哇！呢個人咩事？點會做埋啲咁嘅咁有自信去做一啲咁突兀嘅嘢？而家好少見到噶啦，我成日單眼呢家嘢咧。嗱，我所講嘅溝通就係唔識做呢啲啊。呢一啲係已經充分表現，哇！你個人咁有自信嘅。以前咧係咧啲外國人會咁做啦，啲老人家會咁做。因為老人家同我哋即係啲女士打眼勢、打眼色咁樣，你覺得只係一個好 cute 嘅一個動作啦，係咪？外國人做你會覺得即係佢哋個文化係咁樣，但係即係香港男人或者中國男人唔會咯。不過話時話，眨下眼已經過曬鐘啦，咁樣。好，咁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再講下咧溝通呢個咁重要、咁大嘅話題。陣間見。好啦，嚟到我哋第二段啦。咁咧，阿 Miracle 真係非常之慷慨啊！呢個含金量非常高。好啦，咁咧就突然間我哋咧喺我哋本來嗰、那個呢、這個我哋嘅 agenda 度多咗一樣嘢出嚟，就係溝通啦。咁頭先你講溝通呢樣嘢，我覺得可以講多啲喎。好啊。係咯，因為真係咧，我哋香港男士咧，我覺得就或者男士本身。By nature 天生都係即係溝通冇我哋個女性咁暢順啦咁樣，咁你有咩 tips 俾佢哋咧？真係要好好學習溝通，唔單單係同女性，因為隨住而家呢個年代咧，我哋電子資訊科技越發達咧，好多你可以匿喺個 mon 後邊，匿喺個電話後邊，令到你。人與人面對面的溝通能力下降了很多，跟住你可能會繼續去避，唉唔好啊，繼續去咁樣用一些網上的工具，令到你可以避咗唔同人現實咁樣溝通，你令到你的能力會更加下降，多啲出去同人傾偈，多啲去接觸下人，呢樣嘢係好緊要。我就記得我有啲朋友啦，唔講名啦，如果你以為我講緊你嘅話，你自己對坐入號啦，就係譬如我哋一齊食飯咁樣。其實而家啲人都係咁噶，一班朋友食飯，我唔理你中學同學、大學同學或者係全世界自己喺度咁樣。咁不如即係攞曬電話出嚟，攞曬電話出嚟答埋曬佢咁樣。同埋其實而家香港人咁忙，你難得一次大家出嚟食飯。何必要 check 手機咧？咁但我覺得呢個現象已經唔係話九十後啊、二千後嘅現象，就係連我哋六十後、七十後都係有呢個現象。我有時真係想咧，信唔信我打爛你個手機啊？快傾下偈咁樣。我爸爸媽媽都係咁樣，即係佢哋都 check 手機。係，都係啊，成日喺度玩電話。咁點算？呢個係個毒害嚟嘅，呢個戒咗呢個習慣咯，去多啲留意一下個世界咯，你留意一下。同你 dating 嘅對象咯，你留意一下其他個環境裏面其他人咯，留意一下個世界啦。但我自己咧，我發覺呢個 WhatsApp 咧真係咧，唔知點解咧個魅力係有條癮喺度嘅。咁如果我同人食飯咧，我就會刪咗嗰個即係數據，就等佢唔使冰冰冰，或者係即係條心癮係依家咪揾我咧咁樣。其實冇乜嘢係急嘅。其實咧呢樣我會做嘅，咁但係我有另外一個目的嘅，因為而家咧。有一些對象咧，女仔咧，佢哋唔識呢樣嘢噶，佢哋唔知道嗰個尊重啊，佢哋好多時候會自己攞個電話出嚟嚟 check 啊，整擺咗隔離啊，咁所以通常我去 dating 嘅時候，我都會做一樣嘢，我會特登咗好，等我熄咗個電話先，我尊重同你嘅約會啊，跟住佢就醒水啊。如果佢咁都唔醒水，呢個就唔係我嘅對象。我就記得十幾廿年前，當輪到我哋仲係出去 dating 嘅時候，我曾經 date 過一個好有身份、好有家世嘅男士。佢好忙忙到緊要嘅，咁
哇！佢嗰朝直頭係咧，佢話我本來搭飛，佢屋企有飛機嘅、嗯。你話有錢到點啊？跟住佢話，我本來係買飛機票嘅，但我覺得我等唔切啦，於是我自己咧就係、是去入油，然後我自己開飛機過嚟，即係台灣過嚟呢邊咁、okay, 樣。咁、嗯、你知佢個家世幾勁抽啊？跟住佢係佢專登喺我面前做呢個動作，就係將個手機撳咗佢。然後跟住咧，就刪嗰、那個年代冇話咩即係飛行模式咁冇嘅，佢就喺我面前刪咗佢，我知佢專登做俾我睇嘅，專登刪咗，然後跟住擺喺度。窩唔窩心？哇！加分加到暈啦、啊即係你唔好講佢個身家有幾顯赫啊，佢有幾即係幾型仔啊，有幾成功啊，有隻飛機啊咁樣。唔係咁都要有呢啲做嗰先加分，齋嗰個冇乜作用啊。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其他嗰啲冇飛機、冇艇、冇船、冇屋嗰啲都唔做呢個動作啊嘛。O K。咁但係其實真係令到我對佢真係入迷就係、是、哇！你好尊重我啊！你竟然刪咗部機啊！我啲 girlfriend 都唔會啦，我都唔會啦。我好想知道結果點，不過之後先講。呢個 off the mic， 我哋完咗訪問再講你聽。係啦，咁樣。咁有啲咩？咁你點樣可以？你點樣教到啲男士溝通咧？或者你覺得有啲咩溝通上嘅大忌咧？其實咧點樣教佢哋咧？其實人與人溝通咧係一個 pattern。你首先要去講啲咩，之後要去講啲咩，同埋好多男仔佢話唔識同女性溝通，就係佢哋好快會冇 topic， 佢講唔到嘢，好快唔知講咩啊，好勁 dead air。其實基本上係唔會嘅。你係一個正常人，你留意個世界運作係點樣，你留睇多啲新聞啦。咁同埋好緊要一樣嘢，普遍而家嘅男性都冇，佢哋唔識去聽。我成日同佢哋講，你哋去傾偈點樣可以同人傾得好好？就係你要透過聽對方嘅説話裏邊嘅伏線，然之後點樣去 develop 個話題啊嘛。咁譬如同我講嘢咧，啲女仔會覺得哇好舒服啊！佢真係有女仔係咁講嘅，哇好舒服啊！點解可以講到宇宙嘅邊際？因為我講嘅嘢有好多伏線喺裏邊，你隨便問啦。咁樣咯，即係做曬功課㗎啦。係，因為其實我出去 dating， 我講嘢，我一定係講我自己嘅嘢嘅。我唔係喺網上睇到啲咩好笑咁食，我好少會咁樣。我係分享自己嘅生命 interview 啊嘛。你要俾人睇你自己係點樣嘛，你嘅故事係點樣？咁我其實已經寫好曬有一大摻嘢㗎啦。OK， 咁我對住 dating 嘅對象，我每個都係講翻嗰樣嘢，我好熟㗎。老手嚟嘅佢，因為嗱，我所講嘅 dating， 哇，你好衰啦！你成日咁去同其他唔同嘅人約會，我話俾你聽，係啊，我同其他唔同嘅人約會，我男男女女都有嘅。你哋唔好搞錯咗 ，dating 就係一定我追你，我先會係咁樣。我朋友 ，OK， 我覺得呢個人好值得做朋友，我對你有興趣，我想了解你更多，我想俾你了解我更多，咪約食飯出嚟傾下偈咯，睇下大家生命會唔會有啲咩得著，互相令對方進步咯，咁樣啫嘛，未必一定係最哦。如果你話啊、哦，你好有，跟住我對你好有興趣喎，哇，你好適合可以繼續行咯，咁咪繼續發展落去。養成一個 dating 嘅文化係好緊要嘅，但係香港好少。可能 dating 呢個字本身都令人好多誤會，因為其實咧喺外國嚟講咧，阿媽同個仔都可以 have a date 嘅。啊，譬如你今日去邊？哦、，I have a date with my son 咁樣。其實一個 appointment 咯，我只係覺得係。係啦，係啦，但係你唔會話哦、，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son， 我同我個仔有個會咁樣，唔會噶嘛。係有個約會，或者啊，我同邊個邊個，譬如我同個女士，我 have a date with a Mary 咁樣。咁其實就入邊係唔一定有浪漫成分嘅。咁你頭先問點樣去訓練佢哋？你去多啲 dating 咯，你去多啲同人溝通咯。你講嚟講去都係分享自己啫嘛。你講講下會熟噶。我都有咁嘅經驗啦，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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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 ，OK。咁我就對某個男士，因為我都好多愛情故事咁樣。咁、我就發現我對某個男士有興趣喎，咁樣。咁啊，跟住咧就開始 approach， 即係我哋女士有女士嘅方法啦，係咪？咁然後跟住咧，果然咧有一晚咧，我哋咧就坐低喺度談心食飯啦，咁好開心啦，嗌咗好靚嘅餸啦，咁樣。跟住佢開始講佢個人生有幾大壓力啦。佢啲關係有幾不濟啦，佢嘅經濟、佢嘅工作啦、佢嘅感情生活啦、佢嘅各樣係有幾糟糕，跟住我嗰晚係嚇壞咗嘅。然後突然間我完全
點講咧？唔敢咯。嗯。嚇！咁我就會發覺，哎呀，點解會咁快嘅咧？其實我哋都未 confirm， 你唔使咁快講呢啲嘢，你俾多少少空間我幻想下啊嘛。咁、會唔會其實呢樣嘢都係一個大忌咧？嗱，好明顯喺我身上係啦。唔肯任何人身上都係。即係佢 kill 曬我所有嘅 imagination， 我估啊佢冇得估啊，全部講曬出嚟。你要修飾㗎，你去講嘅時候嗱。好緊要嘅，唔係講假嘢。你寫個 resume， 你唔會寫你冇明明冇喺嗰度做嘅嘢，你話嗰度做嘅嘢噶嘛？你唔會啊嘛，係一定要寫真嘅嘢。你講嘅一樣係要係真實嘅，但係點樣講得好聽啲，寫得好睇啲？好多技巧喎、啊。好緊要啊！咁即係我覺得嗱，我就比較了解女性嗰方面啦，就係、是譬如話，假設如果我結咗兩次婚。我有七個仔女、大佬啊，我唔會同你 first date 只係飲杯咖啡嗰時講噶嘛。咁、有啲人就話唔係喎，咁、你咁嘅情況，你梗要講俾人聽啦。我唔係啊，你俾啲空間人哋愛上你先啦、啊，俾啲空間人哋喜歡你先啦、啊。唔係唔講，但係你唔需要第一次見面就你做個痔瘡手術啦，然後跟住咧有七個仔女要養啦，然後跟住咧你同你媽好唔 work 啦，跟住你冇一份工作得長，喂呢啲唔使講住咯。其實呢樣嘢咧就好似 terms and condition 咁樣。咁但係喺感情嘅關係裏邊要講，真係需要講嘅。但係唔係喺最初嘅時候。係咯。你講得好啱啊！啲快樂都你未愛上我，我就已經嚇走你。但係當你愛上我嘅時候，我先講嗰啲嘢俾你聽，你係俾你去考慮。但係其實已經係你已經有個感覺啦嘛。你話啊 ，OK 嘅。唔緊要啦，頂得順嘅，我哋努力啦。係啦，一齊努力啦，鬼叫中意你咩？係咪？係咯。咁但係你咁早講嘅就嚇、可以有 back door 走啊嘛，係咪 ？OK 好，咁喺你即係呢個由你一個專家，我當你係專家㗎啦，係咪？一個專家嘅角度係咯嘅話，其實你發覺咧我哋以前譬如六十後、七十後，同而家嘅男男女女個拍拖嗰、個困難或者個挑戰有冇唔同咧？哇，好唔同㗎，因為隨住年代唔同咧，人嘅特性都唔同咗嘅。以前嗰個年代，即係可能我哋嘅爸爸媽媽嗰個年代，佢哋單純好多嘅。你問佢有咩人生目標，可能佢話開枝散葉咯，成家立室開枝散葉咯。點解要咁樣？唔知噶，個個都係咁。總言之，咪做咯。同埋甚至乎佢哋簡單就係相睇咯。係咯，就係相睇，大家覺得個樣 OK， 咁就結婚㗎啦。係啊，咁而家啲人唔係咁，而家可能要好多唔同嘅目標啊！我要點樣去經歷個？世界啊！我要係點樣去體驗到自己嘅靈魂啊？好多嘅卡嘢噶嘛，好抽象嘢噶嘛。咁你如果係單單講進入關係，越簡單係越容易啊。咁如果你加咗太多複雜嘅嘢咧，咁就麻煩嘅。而家點解咁麻煩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啦。咁同埋而家男仔同女仔咁難進入關係咧，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好大因素嘅我不是說踩男性，也不是說幫女性講說話，但我 OK 的，你踩一下現在的男性不是很男性可能因為資源豐富，豐富了很多，譬如以前那些年代，可能真的窮，真的要賺食可能生好，同埋生好多個啦。佢哋嗰陣時，可能啲大仔、二仔咧，佢哋已經要照顧，好細個已經照顧細佬妹啊，要出嚟做。佢哋學識到咩叫承擔。係啊，男人承擔係好緊要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可能佢生一個嘅，佢根本上連照顧自己都唔識啊。你個女仔你揀唔落，喂，我要揀一個可以托付到嘅人啦。咁但係喂，你冇自理嘅能力，可能我同你相處嘅時候，你淨係喺度打機。你都唔理我，又唔關心我，咁樣我點揀啫？好多時候會係咁樣。咁啊真係喎，我識得有個朋友，佢個丈夫咧就做金融保險嘅咁樣。咁佢個丈夫咧就因為佢係大仔嚟嘅，咁就要照顧好多細佬妹啦，係咪？咁到佢後來結咗婚咧，咁我女朋友啊，佢老公好到點咧？佢就話：佢話阿老婆，佢話只要我再生一日。你是一定不用捱、所有的生活上的事你不需要擔心全部事我會照顧完那他的老公是即是他老婆要什麼都給他不要的沒想過都會給他、他說但如果萬一我死了、okay? 你就更加不用擔心第一有很多的保險、所有事都 cover 完還有、萬一我走了的話你就去找誰誰誰因為他怕他老婆心軟因為女人通常沒那麼懂理財啦或者是都是喜歡買東西啦他就你就會找誰誰誰，這個是信得過的朋友，我已經跟你安排好了，
嗰啲遺產，佢會幫你即係 advice 你點樣去使啦咁樣。嗯。咁所以佢話佢我呢個 girlfriend 係，所以佢好安樂。嗯。第一個知佢老公係好好嘅一個人。其實我女人最擔心係咩咧？就是、其中一樣嘢，結婚之後我老公撒撒滾，嗯，跟住去到50歲、60歲先話同你離婚，咁你點、嗯、你點再嫁咧？60歲係咪？第二就係話個生活安唔安定？咁佢呢個老公係可能因為真係佢細個係照顧曬屋企人，而佢係好了解，如果你想個老婆安安定定，唔會成日發神經，你都要俾到安全感。咁、嗯、安全感嚟自邊度咧？就係、是、你點樣去安，即係去安家啊？所以你喺度嘅時候佢點，你唔喺度，你突然間走咗，個老婆會點咁樣樣？但我發覺好多好多人係冇做到呢樣嘢咯。而家嘅男性唔係好識呢？因為而家分中嘅一個男性，佢阿爸阿媽即係一個仔，咁阿爸阿媽照顧佢，跟住阿爺阿公阿婆阿嫲，即係因為生得好少，可能上邊有好多個姨媽姑爹都係望住佢，去照顧住佢。咁佢根本佢唔使照顧任何人之餘，連自己都唔使照顧。咁就出事咯。嗯，咁樣，咁點算咧？其實呢啲呢種咁嘅男性喺個無論係情場，無論係職場，都係冇乜戰鬥力嘅喎。我老實講係啊，係好慘噶。佢要學習咯，睇下佢肯唔肯學咯。如果你繼續安於呢個狀態，你難去進入關係。我有一個另外一個 girlfriend 咧，就屋企好有錢，佢自己本身好有錢，佢又去啲外國啲好出名嘅大學畢業咁樣翻嚟啦。咁啊，跟住咧好有趣就係佢本來好多富家子弟追佢嘅，因為佢屋企係啊嘛，係咪？跟住佢係揀咗個冇錢嘅，然後屋企係做即係做嗰啲，即係佢有本事嘅都係咁樣。但係個男子本身冇錢，又要照顧阿媽，又要照顧細佬妹。咁我話好奇怪，我點解你唔揀你嗰啲富家子弟個個有即係有 Porsche 啊，有 Benz 咁樣？佢話。佢話呢啲都唔識得揾錢嘅，全部係屋企俾佢嘅。佢、根本係冇辦法自己照顧自己。佢如果有一日佢阿爸冇曬錢，咁佢分鐘佢係完全唔識揾食。佢唔識揾食嘅話，咁就會我要照顧佢啦。佢話所以我一定唔揀呢種。佢、就揀咗個冇錢，然後結果佢而家嘅生活係好好嘅。你呢個例子講得好好，因為好多人咧都會問：喂，究竟女性揀男性嘅時候最主要係睇啲咩㗎？我會答佢資源咯。跟住好多人話：啊，咁即係錢啦。OK， 錢係其中一個資源，但係唔係單單係錢。啱啱頭先你講嗰個例子，去照顧自己，去開創，去揾錢，呢啲能力亦都係資源嚟嘅。女性係睇呢啲嘅。咁頭先嗰個例子，佢現成嘅資源冇曬，佢就冇嘅咯喎。但係佢有開創嘅資源，呢樣對女性嚟講係好緊要。好吸引咯，係咯，咁樣。咁然後咧就我發覺變咗而家真係唔好以為有錢就巴閉啊，或者係屋企有啊咁樣，其實真係難咯。即係男仔吸引人，男士吸引女士，其實好多嘢嘅，外表係其中之一啦。但外表真係唔係一切嘅咯。然後跟住佢有冇內涵啊？佢有冇能力照顧自己啊？譬如我媽媽，即係我媽媽過身嘅時候咧，我係。臨佢過身之前，我成日去醫院嘅。咁我就發現，我要照顧我媽去洗手間啦，要幫佢沖涼啦，要幫佢即係講得難聽，揾屎揾尿啦，係咪？因為佢已經冇能力啦咁樣。然後有一個 moment， 我記得我同我媽喺廁所搞緊清潔咁樣。然後我突然間諗，我以後我個男朋友、我丈夫會咁幫我做咧？係咪？如果個人冇承擔嘅話，即係話。其實個男士佢有冇錢，梗係有啊，梗係好過冇啦。佢靚唔靚仔，咁啊，梗係靚仔梗係好過唔靚仔啦，係咪？佢有冇身家，有冇學問，咁啊，梗係有好過冇啦。但係去到最終，其實嗰個男士嗰個承擔都重要。到我人老珠黃，我有甚至乎有重病，我喺醫院，佢會唔會幫我抹身？佢會幫我去廁所咧？定係佢會走咗去追第二個後生女咧？定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好多品格上嘅嘢都重要咯。你點睇咧？作為男士？剛才講的樣嘢其實好牽涉嗰個同理心，你照唔照顧一啲你愛人？咁我之前睇過啲報道，我唔知係有幾多係屬實啦。就話講而家好多年輕人咧，佢哋打嗰啲遊戲機咧，打打殺殺啊嗰啲，會令到佢哋同理心下降嘅，愛心下降。係嘛？係啊，咁樣就大鑊啦。佢唔 care 其他人嘅感受咯 ，even 可能佢另一半咯。你照顧你咪自己去照顧咯。我做咩要幫你？可能會係咁樣噶嘛。咁所以同理心其實好緊要，個愛心好緊要。所以點解女性會睇個男性佢善唔善良啊？佢錫唔錫嗰啲屋企人啊？孝唔孝順啊？呢一啲好重要。我聽過有一個女朋友講咧，係佢同佢個
另一半咧係個財政完全獨立嘅，咁、嗯、樣咁就碰啱咧。佢最近咧個經濟就好拮据，因為事業上築潮，嗯、即係事業出問題，咁就變啦。甚至乎係長到幾年嘅 breakdown， 即係個事業都冇氣息。咁、嗯、跟住佢好好緊啊，緊得好緊要。咁我話：咦，點解你個另一半唔 support 你嘅咧？咁樣佢話：我哋有個 deal 嘅，我哋講咗我哋財政獨立嘅。咁、嗯、所以佢唔幫我都係應份。咁我就覺得。其實 OK， 即係現代愛情故事，每一個家庭有自己嘅版本，每一個情侶、每一個 couple 有佢自己嘅嗰個相處之道嘅。但係如果去到咁嘅情況，即係見死不救啊！係㗎，因為講咗㗎嘛，嗱講咗㗎，嗰陣時講咗，你唔好同我喺度詐型啊咁樣。咁有合約精神㗎，哇！你都夫婦哦，好嘢。咁我覺得唉，真係 OK， 冇嘢講。咁、嗯、好啦，咁咧我哋咧。好得意啦！通常我哋咧第一二段咧都會輕鬆啲嘅、嗯，但我哋咧第一二段已經咧好沉重啦，好墮獄啦，好沉重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第二段已經夠時間啦。咁我去到第三段咧，我哋不如講翻啲輕鬆啲嘅嘢啦。好，好嘛、嗯，我哋講下男士應該點著衫，因為香港男士咧著衫咧，都係爭啲噶咁樣。唔輕鬆噶呢樣嘢，咁就繼續唔輕鬆落去啦。因為上次咧，我哋即係第一次見面啦，唔係第二次見面，我哋係傾偈啦。咁你講咗少 tips， 男士應該點樣打扮啊？成成，我都覺得，咦係喎，我都冇諗過呢樣嘢。咁、嗯、好啦，咁我哋第三段再翻嚟同大家繼續唔輕鬆，陣間見。好啦，嚟到我哋第三部分啦，咁咧講下呢個男士衣著嘅 tips。點解你話唔輕鬆咧？我以為呢樣嘢應該輕鬆啲嘅喎。點解你會覺得係輕鬆啲咧？著衫啫嘛。可能你女仔會覺得嘅，但係對於唔識著衫嗰啲人咧，係一件幾沉重嘅事。因為我本身我就係一個唔係好識著衫嘅人嚟嘅。以前我唔可以講話俾你，而家都係，但係要辛苦嘅，你去改變，你又要去留意究竟啲人點為之著得好睇啦。咁但係又唔好俾而家呢個年代一啲嘢誤解，因為誤解就係一啲商業嘅因素嚟啊。著衫，我哋係講個 style 係要型，男性係要噶啦，唔係要好跟個潮流啊，唔可以追住個 fashion 行咯。你會搞到自己好奇怪，會搞到自己更加唔似男人。我唔係話啲明星，嗰啲名人。他們不是男人，因為他們商業的關係，他們要穿很多品牌上身，他們要賺錢。如果你不是的，你不要這樣做。那普遍男性會犯了什麼錯誤呢？第一樣，他穿得不像一個男人。什麼意思？為什麼？因為其實我們的社會呢，可能由60年代到現在，你覺得變化很大，但對男性的形象是沒有變到的，尤其是女性對男性的要求是沒有變的。我們經常說他需要 Alpha Male， Alpha Male 即是雄性領袖，即是你可以當是一個成功的男士。我們對成功男士的形象是有一個很固有的觀念在這裡的。譬如你留意一下啲新聞裏邊啲成功人士，佢哋通常點著嘅 ？OK， 荒謬嘅你咪西裝筆挺咁樣咯。OK， 唔荒謬嘅佢都會著啲有領嘅 polo shirt 嘅。咁但係好多男性，因為可能懶啦、隨意啦，佢哋可能就咁著 T 恤嘅。咁 T 恤其實呢樣嘢唔係好適合。90% 的男性著嘅，點解？因為 T 恤係個 cutting 嘅問題咧。咁我其實成功嘅男子通常可能都到咗咁上年紀啦嘛，起碼40啦，當你佢哋都會有中央比較肥少少嘅問題嘅。咁 T 恤係完全將呢樣嘢表露無遺咯。咁同埋佢冇 cutting 嘅，如果你細個年輕嘅時候，你著到好單薄啊，又係唔似一個男人，唔覺得你可以保護到個女性。咁除非你是有 muscle， 你是有 build up 的，你就可以去著咯。咁但係其實會俾人一個感覺好求其嘅。如果加埋你著一條穿窿嘅牛仔褲咧，你馬上變翻一個小朋友。T 恤穿窿牛仔褲波鞋
你完全變翻一個十零歲嘅小朋友嘅。如果你嘅 dating 對象咁樣著出嚟同你 dating， 你唔需要相處，你都即刻已經唔得。同埋，我記得你上次講得好好啊，因為咧好多嗱，大家如果我講到嗰個你嘅話，你原諒我啦，因為我真係要需要講，就係因為好多男士都會有胸啊。乳房啊，你係咪講？係啊，即係唔係我哋女士有胸？有啲男士因為你上咗咁上一年紀咧，同埋你冇做嗰啲真係即係啲運動嘅話咧，第一個胸唔係結實啊，同埋甚至乎係個尖尖啄出嚟咁樣，大過好多而家嘅女性。咁啊有胸啦，然後跟住咧有肚腩啦，咁一著你講嘅 T 恤咧就哦由一個 turn on 變成 turn off 咯，即係之後你冇同埋另外就係冇領，我冇諗過呢樣嘢喎，原來係有領冇領又有分別嘅喎，有分別，即係話。佢著出衫好過 polo shirt， polo shirt 又好過 T 恤，咁樣有褸又好過冇褸。係，哇有褸爭好遠㗎。哦，爭好遠。有褸係可以將你呢一度遮曬，咁你要就翻天氣啦，你要睇翻個物料啦。咁我哋香港又有熱又濕，咁的確係麻煩嘅。咁你要型冇計啊，有陣時係啊，你辛苦少少咯，可能咁，但係又唔好太辛苦自己咯。嗱，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嚇，男士唔好太懶咁著件 T 恤出街。同埋你上次講嘅嘢，我都覺得好感動。你話男士要 keep fit， 男女都要，係男女都要，搞到我而家都走去 keep fit， 咁就同埋係就算結咗婚都要。你可唔可以講多啲？因為呢一個唔係單單係for啊，我要追女仔，我先去 keep fit 嘅，佢係一個對自己嘅自我嘅要求嚟嘅。呢樣嘢好緊要咯，女性哇睇到哇呢個男性佢好有紀律喎，佢可以 keep 住成日都去做運動，佢可以好好地管理自己喎，佢會引申去覺得呢個男人，咦佢其他嘢都應該 OK 嘅喎，會咁樣咯，咁所以對自己有要求係好緊要，因為普遍香港男性對自己嘅儀容唔係好有要求嘅。我舉一個例子，唔知你有冇試過？見到一同個男性 dating， 佢有條鼻毛趌咗出嚟，隨住佢呼吸一出一入咧，哇，好 annoying， 我都頂唔順嘅。咁我唔明點解可以嘅喎？我就試過同一個男士 dating， 但係個鼻頭好多毛，即係佢唔係香港人嚟嘅，中東人定點啊？佢人冇乜嘢，個人好温柔嘅，但係個鼻好多毛啊！咁我每次一對住佢食飯，我真係食唔落，同埋佢個鼻好似個老鼠，佢令我諗起老鼠啊！所以你點同嗰只老鼠一做一生一世嘅嚇咩咧咁樣？咁就冇啦，見著佢兩次街之後就冇見。我同啲細個嘅女仔傾個偈咧，咁佢哋嘅對象都係啲細個啲嘅男性啦。佢一樣嘢好頂唔順噶，佢嗰啲鬚唔鬚毛唔毛嗰啲烏卒卒嗰啲咧，或者有幾條咁樣咧，你一係留鬚，你啱，你一係剃咗佢，好 turn off， 係呢啲好緊要咯，趕客，好緊要，因為有好多男性咧，我問佢哋，佢話：我覺得你覺得自己係咪整齊？我覺得自己好整齊嘅咯喎。你哋唔知道女性標準嘅整齊係點啊？女性標準嘅整齊就係幼稚園嘅整齊，攞啲指甲出嚟先。係啦，攞指甲出嚟先。OK， 好緊要喎。佢哋一睇到，喂，我覺得我今日著得好好，你隻鞋露底你都冇擦嘅。好睇呢一啲嘢喎，女性睇到嘅嘢係多過男性好多嘅，咁但係男性實在好唔講究。同埋我哋唔中意見到人著短褲，男士著短褲，然後露曬啲飛毛腿出嚟。大因為呢樣嘢其實都係表現到佢唔係一個成功嘅男人，唔係雄性領袖咯。你好少見到一啲雄性領袖會著短褲去一啲公開嘅活動啊，唔適合咯。屋企得。屋企得，或者你真的去沙灘的時候，去遊船河的時候，在適合那個場合就可以咯。其實在適合那個場合穿適合的衣服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實我有些覺得，哇，是不是都穿對籃球鞋出來？你打籃球的時候，你就穿籃球鞋出去咯。那你平時在街的時候，你就不要再穿籃球鞋了，不是個個穿了都好像你一個打籃球勁的人，不是咯。咁樣，咁除咗呢個唔好著 T 恤啦，係咪？要做下健身啦，唔好著短褲啦，仲有冇其他 tips 啊？有 fit， 當然你嘅 cutting fit 之外，我講緊你嘅衣著要 fit 即係唔好太大或者太細。係啊，唔好太 oversize 啊。OK，
好多男仔咧，佢哋著嘅衫，佢哋嗰個膊咧跌到落嚟呢度啊，同埋啲衫咧，你會覺得好漏薄，褲你會覺得好漏薄啊，呢個係馬上 turn off 噶，好緊要，大部分人都唔識去揀衫。有冇得解嘅咧？點解唔好著過大嘅衫褲咧？唔冇要求咯，覺得你唔揀適合自己嘅嘢咯。同埋我諗，其實視覺上都可能會覺得佢似僆仔咯。即係你當你衫好大嘅時候，你咪變喺個細路咁咯。咁你就你遠睇，你覺得第一唔型啦。嗯。第二就係你咪著咗你哥啲衫，定著咗你爸啲衫咧？咁、即係你又係僆仔啦。嗯。係咯，咁我點樣可以嚇？即係雖然話食餐飯飲杯茶啫，咁、我哋都會諗就係、是，咦？我可唔可以托付終身？或者我可唔可以同你做個 project？、或者可唔可以同你做啲咩嘢？咁但係當你咁樣著即係僆仔一條嘅話，其實又係唔得咯。我哋其實去教 pick up 嘅時候咧，教呢門學問啦，我哋好少 focus 喺個外形咁緊要嘅，因為有一樣嘢好現實嘅，亦都係幸福嘅就係、是、女性睇男性嘅外形絕對冇我哋男性睇女性嘅外形咁緊要啊，同埋。他們看的外形很多是我們男性後天可以努力到的，那麻煩你請努力一點，你去執回好了。我經常說你只要做到一件事，你不要嚇人就可以了。有些真的是嚇親人的。真的，是啊，真的。唉，特別搭地鐵你看到很多東西，即其實除了尖沙咀區和這個中環金鐘之外，其實是沒什麼，你見不到有什麼男士是穿得認真好看的、就不像譬如韓國、日本那些、就普遍地他們比較注重外表、他們很有要求，是有要求、是據我所知呢，其實你初初就是教男士怎樣去 pick up 女士啦，是吧、或者怎樣認識女生啦，但現在你是做女性市場的、如果對於女士來說，你會有些 tips 給我們呢？有，即係我哋譬如可能點樣著衫，或者啲咩禁忌咁樣，唔好太多顯眼嘅名牌喺身。點解咧？男士點睇呢樣嘢咧？男性唔睇你嗰啲咩名牌噶，睇身材多啲。絕對係，因為如果你知道男性要乜同知道女性要乜嘅時候咧，你擺好多名牌上身，其實呢個錯誤代入嘅觀念嚟嘅。女人去買名牌好多時候都係俾翻女人睇嘅啫。你咁講嘅話，我真係覺得好啱喎。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女性扮靚，甚至乎我哋扮靚係俾女性睇嘅。即係一出嚟飲嘢嘅時候就係、是，譬如話我知道我有個中學同學或者大學同學嘅 dinner， 咁我就會 make sure， 哇呢排要減下磅啊，要 keep fit 啲啊咁樣嚟，哇個妝化靚啲咁樣，其實係俾女人睇嘅。嗯，好多時候我聽過一個朋友嘅同事去講，佢話啊唔知道要買一個袋，嗰個係入場嘛，佢要 show 俾啲同事睇，佢有男仔送一個咁嘅袋俾佢咯。佢目的只不過係咁樣咯。男性唔睇呢樣嘢 ，OK？ 如我可能你會話哇，名牌所有嘢 cutting 靚啲啊，咁樣會表現到我吸引力。我講俾你聽，如果你用一模一樣冇牌子嘅個效果一樣啫，但係你突顯咗名牌一樣嘢，啲人啲男仔會哇呢？個女仔哇，好中意買名牌喎，哇，燒金窩嚟嘅喎，好大鑊嘅喎，會卻步，會卻步的，而且確會嘅。OK， 咁你少少可以，你唔好全身都係，或者你日日唔同嘅，咁樣都唔係太好嘅。咁因為男性其實唔睇呢樣嘢嘅，你女性可能會一見到一個男仔，你睇佢嘅行頭，哇，著咩西裝，佢對鞋點樣，佢戴啲咩表，你會睇呢樣嘢，你就代入咗男性都係睇呢樣，男性唔睇呢啲嘅，老實講。嗯 ，OK。嗯，好。咁啊，你覺得女士應該點著，或者著啲咩咧？嗱，即係我以前聽過就係男士其實好中意睇女仔著裙嘅。嗯。咁有人同我講話，女士咧盡量唔好著短褲，因為短褲咧就一來唔斯文啦，二來其實唔性感嘅。嗯。就是、短褲同短裙嘅話咧，其實短裙咧係吸引過短褲嘅咁樣。短有冇啲咁嘅嘢嘅咧？其實呢一啲係女性嘅誤解嚟嘅。是啊、如果你話真的要俾一啲意見女性嘅，唔好吝惜你天賦嘅本錢咯。我又唔係叫你特登去著到好暴露，但係唔好因為你著咗會俾人哇呢、這個女人著到淫蛙蕩婦咁樣啊，而去唔去展現你美好嘅嘢咯。好多女性會咁樣嘅，好多女性佢明明好有料到嘅，但係佢就係驚俾人咁講。
因為香港的文化真的是這樣的、我認識有些菲律賓的女士啦、即是在香港比較怎麼說呢，即是她職位有那麼高尚的、總之比較 open 一點，菲律賓的女士跟我們是完全不同的、我發覺他們是很願意展示他們的身材，很願意展示他們的事業線、或者外國人也 是甚至乎韓國、日本都會的、但香港女生就是扣到上喉嚨頭、可能因為我們英國殖民地的關係同埋香港比較保守，香港有個文化是挺不好的，就是譬如說 Let's say 我們有些事業線、okay? 但你又是女士，但你沒有什麼，但是女性是會即有一種很無形的比較，就是哇以為自己是什麼使不使，即是很多這種能量，所以我見到女士很有身材都不會這樣穿、或者特登穿得很鬆身不可以被人看到樣，我就是說這件事不要去介意去論色，不要被因為其他的因素、好了、那我們又繼續了，好了，我們這個穿衣服我們暫時可以放下了，是是好了，那其實在你的經驗裏面，其實女性真正需要或者真正去擇偶的條件是什麼呢？其實你剛才說了很多了，是的，好，例如你說過這個，看回個貓子先，就是這個資源啦，是的，他願意分享啦、或者他自身以至家庭是不是受到保護啦，這樣、其實以你的經驗，我們女士需要什麼呢？資源， 我會覺得其實男人呢幽默感都重要、幽默感都是資源的一種來的、當然啦、所說的資源不單單是經濟的資源，你可以找到更多資源的能力，這個也是資源，單有資源不得的，如果這個人是壞人，他不願意去分享的也都沒用，就算他有多少資源你沒有好處，是吧，你得不到任何東西的嘛。 OK，咁頭先你話好中意幽默感，幽默感點解我話都係資源呢？因為幽默感即係令到人笑啦，令到人開心啦，咁佢人際關係係咪會好啊？嗱，唔係絕對啊，咁佢人際關係好，咁佢響呢個社會嘅機會係咪大啲啊？佢發展都可能好啲啊。其一，另外幽默感其實係一種抗壓能力嚟嘅，好多嘅時候受到外界傷害，我笑一笑，幽默咗，其實你冇咁容易受到傷害，或者你受到傷害，你好容易企得翻起身。係呢一個係咪男性嘅 talent？ 絕對係啊，瞓低可以再企得翻起身喎，升次都係咁樣啫嘛。呢啲女性好中意呢啲嘢㗎，毅力喎、不屈不撓喎。這些怎會不是資源，所以為什麼戰鬥力，或者我們剛才說的幽默感是基本上一定入女性擇偶條件的五強，但是不會在最頭的幾位。我聽過有個前輩說，他說、你選老公、你選幾樣東西，第一就是他很喜歡小朋友，喜歡動物、為什麼不如比較有愛心、明白、第二就是什麼呢、他很有幽默感、為什麼幽默感這樣重要呢？咁佢咁講，我覺得啱佢。佢話因為人咧，一段婚姻或一段關係咧，你要持續咧，其實真係好唔簡單。真係少啲幽默感都唔得。你同佢相處都快樂啲啦。係啊係啊。咁、好啦，咁想問一下你，以你嘅，因為你哋都有，據我所知，你有啲 boot camp 嘅喎。係。啊，咁咧，而且咧，我哋今日咧有另外一位導師喺度嘅。咁啊，曾經我記得上次個禮拜食飯咧。某人話其實你都很 soft 嘅咁樣，其實 boot camp 咧係好 tough 嘅一件事嚟㗎，咁樣係啦。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啲成功個案啊，或者係啲搞笑嘅蝦碌嘢咧？啊，我解釋下咩 boot camp 啦。係啦，咩叫 boot camp 咧？其實我嘅課程咧就有分喺課室上嘅，我哋叫做理論嘅課程啦。咁同埋一個實踐嘅課程嘅，理論課程就真係十幾個鐘喺度上堂嘅，學一啲 theory 嘅。Bootcamp 咧就係、是、帶住學生，唔會帶好多嘅啫，帶四個到咧，一個導師對四個到啦，就帶佢哋出去實際嘅生活裏邊，去唔同嘅地方去嘗試去認識女性，點樣去打開話題啦，點樣去同佢溝通咧，直至到點樣可以 keep 到 contact， 可以留到伏線，之後有機會約佢出嚟啦。咁呢個 Bootcamp 咧就係、是。通常三日嘅，星期五由六點到凌晨四點，星期六六點到凌晨四點。凌晨四點？我講緊凌晨，第二次講你先有反應嘅喂。
我因為不可以相信我耳仔嘅，我以為你話，咦，今日冇理由 PM 咁早收，跟住星期日，星期日就十點到夜晚八點咁樣咯。點解會去凌晨？收幾多萬啊？咁樣？三日 total 三日。你講少講少。點解要去凌晨呢？因為係我哋會攝足一啲夜場，咁但係比例唔係好多嘅啫。因為我哋講緊生活日常有機會遇到遇到異性嘅地方咧。可能是一些咖啡啊，一些書局啊，街上面啊，啲交通工具上面，可能地下鐵啊、月台啊、啲摩啊、啲商場嘅鋪貼啊，嗰啲地方，我哋會帶你點去認識一個女性，一個完全陌生嘅女性。當喺街上，而哇，你發現哇，好正喎，我好想同佢發展喎。有什麼辦法可以令你們本身沒有關係的可以 link 埋呢？這件事很重要，嘩，很嚴峻的。我聽說是很嚴峻的，不是那麼簡單去 pick up 這樣。是的，你去認識的女性可能是你整世人認識的女性的總和的三倍。總和的三倍，嘩，你真的由不認識去到認識，跟住去到傾到好開心，跟住去攞埋電話。咁譬如你啲學員啦，譬如男性學員啦，聽到你講呢樣嘢啦，我諗唔知，因為我唔係男士啊嘛，同埋我嘅成長路我唔係嗰啲怕醜嘅人，但係會唔會對佢哋嚟講係聽到都好驚咧？你夾佢出嚟，小女仔咁樣同佢講嘢咁樣，聽到都已經好驚噶啦。我記得係有一個學生咧，直頭係真係腳震啊，真係釘咗喺個地下度，喂，佢唔到，喐唔到啊！拱唔喐噶，哇！嗰、那個哇，真係我都戥佢驚啊！嗰下咁點啊？結果結果點啊？要慢慢緩和佢情緒，由淺入深，由最輕強嘅嘢開始做起，跟住慢慢先一步一步上。咁佢最尾都做到嘅。啊，又夠鐘啦，咁快嘅。係咯。好啦，講到啲咁 juicy 嘅嘢，我哋嗱，我哋停喺 bootcamp 嗰度陣，我哋實在真係要開多個 part four 啦，咁樣。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再講過呢個 bootcamp。再見。好啦，嚟到咧 part four 啦，因為咧 miracle 實在太多料，太多嘢講啦，咁我哋加開一節啦。咁其實我哋仲有好多條問題嘅，咁我揀咗其中一條啦。咁不如你分享一下喺你個 bootcamp 啦，咁樣淨係 bootcamp 呢一個 term 都好吸引。喺你個 bootcamp 內外，咁你頭先又講到咧，即係嚇要帶一班學員去出去出邊，真係實踐啊咁樣。咁肯定好多蝦碌嘢啦，好多搞笑嘢啦，好多驚心動魄嘢啦，咁樣。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當然可以啦。咁喺個 bootcamp 裏邊咧，主要做嘅係咩咧？就要去真係去搭散一啲女性。搭散一些陌生的女性，我會告訴你，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女性她們在做不同的事，譬如看衣服、看書、可能在咖啡裡喝東西，那怎樣去 approach 呢？甚至乎在街上走的時候怎樣去 approach 她們呢？因為一般人無好，一般正常的男仔很少去做這些事。那其實有些技巧的，譬如你切入的角度呢，你不可以忽然間在後面搭佢膊頭，那不得的嘛。你要一個去視線範圍見到的慢慢接近才可以去做到呢。普通男性是不識這些東西的。那我覺得是非常之有趣的一件事，就是看到啲，因為分三日的嘛，通常第一二日呢，他們都是剛才我講的釘住喺個地下度。第一日已經要出擊㗎啦！第一日開始已經係啦，因為你上完理論班，你翻到去，我 assume 你温曬啲嘢㗎啦嘛。你嚟到我就開波，我就簡單嘅 briefing， 我就要去做。當然由淺入深啦。咁去到第三日咧，通常佢哋都有好大嘅突破嘅，因為我哋設計呢一個課程嘅時候咧，係設計點解要去到咁夜咧？就係要令到你好攰啊！你翻咗成個禮拜工啊！你好攰，你初頭去做你做唔到，但去到好攰，你攰到冇意識嘅時候，喂，去啦，死啦死啦，佢已經冇咗嗰個驚啦，做已經變咗本能啦，所以唔能夠喺佢好清醒、好精神、好有個腦好活躍。佢好多説話，佢好多邏輯，驚唔驚啊？上過嘅學員就會知道，去到
拉屎嗰刻，哇，已經咬我痘痘，跟住佢做嗰嘢就入咗去你嘅本能裏邊啦。哦，咁樣。係。咁咧，但係喺個 bootcamp 裏邊，唔單單對學生嘅挑戰啦，對老師亦都係一個好大挑戰。除咗體力上邊啦，通常一般我大過佢哋嘅，咁樣我體力應該冇佢哋咁好嘅。咁同埋，因為所有學生，每一個學生，每一班學生都一定會挑戰你喎，試嚟睇。係咯，實會係。實會係咁樣。你唔好叫我嚟做，你自己試下咁樣。咁你問我係咪100%得？我話俾你聽，99% 得。哇！你80%都好勁啦。咁但係會有1% 嘅出現，點解咧？因為香港香港嘅文化咧，佢係會出現一啲。你可能會有機會遇到一啲好 mean 嘅女性噶，係可能會真係會 fuck off 咁樣噶，有噶，有噶。我記得我有一個外國嘅朋友咧，佢話嚟到香港問路問一個女仔路啊，佢嘅反應可以係咁樣。做咩你咁樣？係會咁，人哋一個外國人嚟問路嘅，你唔需要咁冇禮貌。更加冇禮貌嘅嘢都會有，你唔知道會唔會喺個 bootcamp 度遇到。嗯、OK， 咁樣當個學生去 challenge 你嘅時候，你一定要做到俾佢睇，嗰一下係會有一個壓力嘅。咁後屘我發展到一樣嘢咧，我就會開頭 briefing 嘅時候同佢哋講：你唔好特登去叫我，喂，嗰個女仔試下，唔會，我唔會咁做俾你睇。但係我要求你喺呢個 bootcamp 嘅時候，你長時間你留意住我做緊乜？點解？因為忽然間你會見到我走咗去。聊緊一個女仔問緊佢嘢嘅，咁樣你就嗰刻去睇啦。因為嗰、那個其實咧，喺現實生活都係嘅。你嗰扇窗咧係彈花一現咁出現咗就出現咗嘅，你唔可能喺度抱住呢個女仔等佢嗰一刻出現嘅。你係等你係現實生活，你要留意嗰個機會啊嚟啦，咁樣咯。呢、這個係就係、是、其中一個好大嘅挑戰咯。咁同埋有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哋初學噶嘛，佢哋控制唔到個時間。我哋其實咧去做成個呢個咩 routine 咧，我哋有5個 stage 啊，有5個 stage 去做嘅。咁哇，有啲學生佢拿捏唔到，一搞搞咗你成個鐘啊，搞你成個鐘，咁佢嘥其他學生嘅時間啫嘛。跟住我又要試，咁咪其他啲度睇咯。嗯，係咯，咪就係要觀察，但係都睇成個鐘都辛苦噶嘛，又唔知佢冇辦法入到去，係冇辦法入到去，來來去去都係喺嗰個位膠著狀態。你好嘛，咁樣。跟住我咪要去示範咯。我問下你啊，你覺得如果你要去，不過你女仔可能會知嘅，都照問下你啦。你又唔識個男仔，你又識佢，跟住去同佢。傾偈，然後咦幾好喎、啊？呢、這個男仔有啲興趣喎、啊，嗯，俾個電話佢。成個過程你覺得需要幾耐？嗱，我係異類嚟嘅，因為我好早已經識得用正常人嘅態度，係啦，我好細個已經識嘅呢啲嘢嚇，因為只唔係靚女啊嘛。咁、其實可以好快，我可以好快，但係所以我唔可以做標準咯、啊。大概你覺得正常人？我好直接㗎，我就過去你好嘛，我係 Esther， 我唔知道你咩狀態，呢、這個我電話。咁你啲 friend 咧？啊、你的朋友通常不可能啊他們做不到這件事做不到即有時候我都會譬如我跟那些 girlfriend 的朋友、啊、那個男生很英俊我過識他了沒有不敢的嘛蛤、啊、過識他我過識他啦喂這機會走就沒有了、嗯、或者可以成為情人可能是你老公或者是好朋友或者是客都好啊嗯是其實沒有的女士沒有這件事、都是的那我的學生呢通常普遍 average 就搞了45分鐘去的即其實男對男士嚟講都好大壓力嘅喎，好大壓力㗎。但係其實正常嚟講，5分鐘係足夠完成曬成個程序咯。OK， 嗯，咁我真係要5分鐘我試俾你睇，點樣我唔識，跟住哦令到個女性對你有興趣。喂，不如示範我哋示範下不如。我哋識，我哋點樣示範啫？扮唔識啦，扮唔到啦。你唔係嗰個 mood， 你唔係嗰個環境唔得。喂，好多嗱，我想揸佢啊嚇，佢唔做唔可以做俾你。好多清談節目咧都會嘗試去請一啲咁樣做唔到。譬如因為咧之前咧有一個節目咧就係、是、林作嘅，係咪林作啊？好似有份啦，跟住又係揾一個 model 嚟叫一個導師去咁樣去訪問佢。咁其實呢一個行為對個導師好唔公平㗎。點解？因為個女性嗯你係嚟溝我，你要嘗試去攞電話。啊、哎，我嘅就 protect 自己，我唔去。
講睇下你點，佢會嘗試想係咁樣，咁對佢好唔公平。但係喺一個現實嘅環境嚇，有一個女仔忽然間有個男仔，哦外貌可能唔差，有談吐又 OK， 有幽默嘅，咁同佢傾得兩句開心，咁願意繼續聯絡落去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就所以 ，that's why 你三日 boot camp 都係不斷 push 佢嚟出去。做啦，試啦咁樣。然之後話俾佢聽有咩需要糾正咯，即時當下。咁有咩笑料啊？啲笑料通常係我啲學員咧講翻俾我聽，佢以前發生過咩事，跟住而家哇原來係咁，佢完全想像唔到，其實正確嘅溝女應該要係咁。其中有一個好特別嘅，佢搭散咗個大明星。咁點啊？啊！佢知佢係邊個嘅？唔知初頭，因為佢已經暈暈頓頓，即係已經好攰啦。佢已經好攰，唔知跟住我，喂，你頭先搭上嗰個邊個嚟？咁樣佢好驚嚇咯，我覺得好好笑啊！咁但係好正喎，佢翻去台第二日同啲朋友講係，哇！琴晚竟然走去同阿邊個搭散咁樣。是嗎？刷新了他的 record， 他人生的其中一個豐功偉業，我覺得是。除了一些搞笑的時候，其實有一些感動的事，因為有些學生呢， 他不是第一次在我這裡學的，他在其他地方你學過。香港還有其他地方學這些？都有少少、但是不是很同，有少少不同。他學完之後他覺得很不同，其中他說的最不同的一件事就是，他說哇太好了，原來佢溝女唔需要講大話噶。哦耶耶，你講多啲呢、這個好正啊！係，因為好多人都會覺得佢追女仔咧係要去將佢呃氹氹咁樣，甚至乎係講啲假嘅嘢。OK， 我聽一個例子就係、是、OK， 佢特登去陪條跑車嘅鎖匙板度，我、哦、拍低架車喺邊個站啊？我今日冇揸車，仲要飲酒啊嘛，去咁樣氹一啲女仔，我哋非常之反對做呢樣嘢。我哋成日都教的就是你要講真話，你要表現真實的你。即我們想都想不到有人可以配條假匙，然後整個很靚名牌的，可能 Ferrari 或者 Porsche 咁樣，擺條車匙喺度扮有嗰架車。係。但其實你很快穿崩嘅啫，非常快啊。唔係不止咯，所以我哋唔建議啊。佢就話：哇，太好啦，唔使講。同埋一穿咗崩，咁基本上你個關係都斷㗎。即係如果因為你有條匙，那個女仔就哇，你有 Porsche 或者你有架 Ferrari， 佢就同你搭上。嗯。咁好快佢就一定會話遊車河啊，咪先。嗯。咁然後跟住其實嘥時間。嗯。所以我唔建議佢講大話咯。咁同埋另外有一個學生，佢又係講一樣嘢，又係我可以上完堂，跟住佢自己攞咗呢套方法喺嘅生活裏面温得幾好嘅。因為很多人都會以為我們一定是經常流連在夜場，我告訴你有，但佔的比例真的很少。你一個星期可以落多少晚夜場？兩晚好，三晚好，怎麼都不夠你平時生活的圈子大的嘛。OK， 我那個學員去上完之後，我們出來吃午餐，他說我現在完全沒有落夜場。我說是啊，以前有的、啊、以前他追不到女仔的時候，他經常落夜場打算碰下運氣。其實你如果經常蒲夜場的女仔都這樣那些人會有一個這樣的想法，即是不可以說你蒲夜場你就不是好人或者不正經，不行的，那又不公平。有沒有真愛？有，有，但要一些技巧令到你可以接觸到他正常的一面。是的，因為他都是扮到最行的、很不 real 很不真實的嘛，大家都不真實的樣。那些女仔都要結婚的，他結婚都有那一面在那裡嘛。是的樣、那個、他說我完全不落夜場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學識那套技巧之後，我不需要特別去一些，以前是因為那裡特別多女仔我去碰運氣，我現在不需要，我正常生活我都有認識到新的異性，我跟她吃過飯已經吸引到她們，我使乜落夜場？我感覺到很安慰，花墟又可以認識到， supermarket 可以認識到，圖書館可以認識到，我是在街上都認識到，殯儀館都可以認識到。 OK 是你想象不到，可能在個商場的 lift， 可能搭個程 lift 三分鐘跟住去到商場門口，你都可以認識到，地鐵更加可以咯。咁呢啲咪好感動咯，聽到。係咯。係啊，佢真係學有所成。同埋我記得你上次我同你嚇、啊，你講過一個例子係你有啲筍盤學員。嗯。其實有時我哋女士都可能會有啲表面嘅一面嘅，係咪？譬如見到個男士啊，有小肚腩喎、啊、咁樣，或者哇著衫冇品味，咁就會唔望佢啦，咁去望喺第二度。我記得你講嗰個 case 咧、啊，係喺。
係其實佢係一個筍盤嚟嘅。嗯。但係個外形或者係埋門一腳又爭啲。嗯。跟住你俾咗少少 closing 喺佢個外表嗰度咁樣。嗯。跟住就好快搞掂咗啦。可唔可以講下嗰個例子啊？其實佢真係所有嘢一睇就已經係覺得優質嘅男人嚟嘅，你只不過係隱惡揚善啫嘛。例如咧？例如好似你話著翻件褸，唔好整到個 middle section 出嚟就已經 OK 噶啦。你唔好著短褲，你唔好著涼鞋。我唔除咗去沙灘，我接受唔到男人著涼鞋。咁你嗰位落男士或者嗰位學員咧，佢之前衰咩？佢之前衰咩？佢唔識喺女性面前展現。佢出色嘅一面 ，OK， 佢永遠就係展現咗佢差嗰一面出嚟嘅，就係肚腩，例如。你頭先講啦，女性係有啲女性係現實嘛，一睇到外形唔會想同你接觸噶嘛 ，OK， 我哋成日講呢一個靠外形咧，我哋叫拍門啊，一拍門啲人就走啊，你咪唔好去拍門咯，你譬如有啲場合你係要互相相處，焗住喺一個地方嘅時候，佢同你相處，哇，這個男人正喎、啊。咁啊，就係你要知道自己行嘅路線啊！你唔係可以行去落夜場，靠你嘅外表或者靠你一啲風趣幽默去吸引到人嘅。你可能要靠你喺一個固定嘅場合同佢去相處一段時間，咁你去咪揾呢啲場合咯。例如咧，義工係其中一個啦。其實做義工係幾好揾老婆老公噶。第一就是你做義工，你真的有翻咁上下，你有啲愛心你才去做啦，係咪？如果唔係你但如果你揾老婆、揾老公呢個出發點，你係咪仲有愛心先？唔係，即係我覺得是其中一個場啫，或者係教會啊咁樣，都是一些嚇好多朋友的 gathering 都可以。係啦，係 gathering 啦、party 啦咁樣。上你啲堂都可以噶，係咪？咦，我呢度有冇造就過咧？我都唔係好知道。有嘅，多多少少梗會有嘅。好啦，咁好啦，咁不如你講翻多少少咧？你有啲咩 tips 俾女士咧？因為女士，我哋今集咧其實本來冇講女士，但我發覺，咦，其實你都會開拓女性嘅呢個市場，去 serve 啲女仔咁樣。咁其實我見你有啲內容係好過癮嘅。咁譬如話，例如話，我哋女士，犯啲咩錯咧？你覺得，以致到好多姊妹嗱，如果你個女仔唔可能個外表唔夠靚，或者出邊話豬扒咁樣，或者肥啦，或者係個樣唔夠靚，化妝唔靚咁樣，咁可能係輸蝕啦，係咪？但係個事實上，我見到我好多 girlfriend 係又有學位，又有好個職業，又靚女都冇。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問題啦。那個代入嘅問題。我記得有一個女性曾經講過，香港女仔有咩唔好啫？又獨立，又可以自己揾到錢，即係類似諸如此類呢一啲咁嘅嘢啦。咁點解啲男人唔揀佢啫？喂，男人係咪想要呢一啲嘢先？你攞錯咗你嘅賣點出嚟啊！好多女性走嚟 sell 一個女性去 sell 呢一啲。你的 product 不是 sell 這件事，為什麼你會覺得男人看這件事？因為你選男人的時候，你選他有沒有錢，你選他獨不獨立，可不可以照顧到自己，可不可以照顧到人，你看這些，你不要覺得男性都是這樣。 OK， 很多男仔都會有一些代入的，會覺得我溝不到女，因為我不英俊。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選女朋友選異性的時候，他選個外形，佢睇個外形睇得好緊要，佢就覺得女性都係咁樣，呢樣嘢錯得好緊要。即係其實我哋 project 咗我哋想要嘅嘢喺對方身上，而係根本你唔知道對方想要乜嘢。係，你要搞清楚對方要咩先。我哋成日都會舉一個例子，你去打獵啊，都要知道對嗰個獵物想要啲咩利噶嘛。你完全搞錯曬啊，擺咗唔同嘅利出嚟啊，咁咪結果咪一場空。呢樣嘢好緊要。我覺得呢樣嘢可以 apply 落所有嘢嗰度。唔係因為我係網台主持啦，咁我又係導師啦。我諗你都可能有呢個經驗，就係好多傳銷會 approach 我哋呢啲人。或者朋友做直銷，或者做銷售啦。唔係淨係直銷。咁大嘅。係啦，因為佢哋睇中我哋 network 啊嘛。咁大家 approach 我哋 ，approach 我啦咁樣。然後佢哋會講好多，我哋公司有幾好啦，我哋公司產品有幾好啦，我哋嘅製造幾好啦，你嘅 system 有幾易揾啦咁樣。都不是你要的東西有什麼用呢？其實根本很多人，我不會告訴你我要什麼的，因為費事又收到了電話這樣。但其實我覺得是同一件事。其實也不虛啊，如果你說你要什麼而他們又給到的話，是不是？其實沒有，
幾浪漫的。最近有一個人開始知道我做什麼，其實我講了很多次的了，但我發覺無論是男追女、女追男，或者是我們即是想去 recruit 一個人去入你自己團隊，其實都是同一件事，但大部分人是不會想對方到底想要什麼。這件事就是很多進入不到那段關係的很主要原因，最初 first step 已經錯了。我想大部分女性呢是覺得自己沒有找不到，不要說沒有男朋友，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男朋友或者想要的伴侶，是因為覺得自己不夠漂亮。因為女性經常都是這樣想的。其實呢，外表是不是那麼重要呢？對女性來說，對女性是的，對女性來說是的，但是不需要失望的，因為那個外表對男性的吸引力呢維持不到三個禮拜的。 OK， 你是沒有了拍，可能沒有了一個拍門的機會，他不會因為你外形正而走過來去 approach 你。但是現在這個年代，除了看外表之外呢，男性亦都睇個相處嘅質素嘅，一樣啦。你就去揾一啲場合，你哋可以有機會去相處啊。譬如上你嘅堂，可能上你一個堂，可能幾日嘅話，可能我見完一次之後，大家未認識到嘅，之後第二次咦相處過，玩一啲互動嘅 workshop， 哇！佢見到呢個女仔幾好喎，喂，我同佢同一 team， 佢好 support 嘅喎，唔需要唔關我認事嘅咯。我記得嗰陣時睇一個真人節目咧，係講個男仔同個女仔一起去玩一個遊戲咁樣嘅，有兩隊，其中一個女仔長到，哎頂你點解要咁樣啊？咩你頭先咁樣咪好咯？即哇，原嗰男嗰個女仔都靚噶嘛，完全好 turn off。但係另外一個女仔唔緊要嘅，一定得嘅，努力啦我哋。哇，完全贏曬，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啦，係咪啊？你就係要，如果你唔係拍門個 type 嘅。你咪去做相處個 type 咯。Yes, yes。就係咁咯，其實男男女女都係應該係咁。我聽過一個 case 好奇妙啊，有一個男性嘅朋友同你好似嘅，又係好型仔，又係有須咁樣。哇！多謝你。一直揾唔到女朋友。Okay. 一直都冇，都唔聽到話拍拖，都奇怪。啊，其實阿邊個都幾靚仔啊，又型又有學問，有兩個 degree 咁樣。咁佢咧有日咧，佢睇中咗一個女士。但個女仔咧就著曬啲西裝，即係份工嘅問題，著曬西裝咁樣。咁佢就諗啦，唉，得非我族類，因為呢個男士咧就比較粗粗地皮啊，有啲粗口啊，同埋全家都係仔咁樣，四五個仔咁樣。咁變咗咧，佢就哇呢、這個女仔咁 lady， 又份工又咁高級咁樣，又著曬西裝裙啊，又高踭鞋咁，唉，都係非我族類。但係個心其實心底係中意佢嘅，咁啊唔敢追。咁啊識咗好耐啦，一齊做義工咁樣，直至有一日嗰、那個女仔喺公司受咗氣。就對住個男仔爆粗，就係、是、我呢啲咁樣離譜咁樣，跟住係我噶啦，嗰男仔係掂啊，自己有嚟咁樣，咁啊跟住開始追佢，咁啊跟住收尾結咗婚，好幸福嘅咁樣，跟住個女仔話嚇咁都得嘅，你傻㗎咁樣，即係所以有時調翻轉，可能女士以為自己樣好重要，身材好重要，或者哇好內斂啊，好靚嘅西裝啦，好靚嘅名牌，點知有日因為激氣把鬼火。講一句粗口就賺咗個老公翻，就得米啦，就得米啦咁樣都會有。咁坦白講，外形對女性係重要嘅，咁但係唔好忽視嗰個相處質素，好緊要。我覺得某程度上比外形更加緊要添。咁然後就好似你話齋，男男女女拍緊拖未拍拖結咗婚都要健身。都要做運動咯，對自己的要求你健康都好啲啦。你冇健康嘅體魄，你乜都做唔到。咁啊，同埋好有趣嘅，咁啊，上次我哋啊喺呢個尖沙咀食飯啦，咁樣，咁啊，你個 partner 啦 ，and then 咧，我哋嘅 common friend 啊 ，I 君啦，咁樣，咁啊，有樣嘢都感動，我講下講下，原來佢哋三個係好早瞓嘅。但如果睇你的樣子，我會諗住你真係哇，好中意夜蒲啦，跟住咧就啊，即係嚇。溝盡天下的美女咁樣啦，多謝啊！然後跟住唔係啊，我哋好早瞓噶。我十一點前啫。係啦，十一點前，跟住咧，阿 I 君就話唔係，我十點半噶，冇乜事啊，十點半前都瞓喎。咁早嘅，原來人哋好有錫身啦。頭先我哋又真係嚇拍攝之前又真係食個 lunch 啦，大家喺度講緊啲營養品啦，然後跟住點樣去做，點樣做運動啦，點樣食嘢啦，邊個又唔食嘢咧？邊個又唔食嘢啦？咁樣又唔煙唔酒啦，又唔煙又唔酒，俾杯暖水喎、啊，咁樣咯。
好有飲咖啡你啊嚇，踢爆你先得咁樣。咁好啦，唉，眨下眼我哋四段嘅時間都過曬啦，過曬鐘添啦。咁啊好開心啦，今日咧同阿 Miracle 咧就嚇大談呢個追男追女之道。咁如果大家咧想知多啲啦嚇，即係甚至乎想上啊去個 boot camp 嚇，接受挑戰嘅話，咁你可以直接揾咧呢個 Pick Up Hong Kong 同阿 Miracle 咁樣問佢哋攞下啲資料嘅。好，咁我哋咧。而家都仲係正月啦，嗬！而家係啦，咁啊，祝大家咧喺呢個九年啦，或者2018咧，都呢、這個嚇揾、啊、到你嘅另一半啦，咁啊情長得意啦，咁樣、嗯。恭喜恭喜啊！啊，我哋就恭喜你啦。OK， 好，咁我哋係時候講拜拜啦。嗯，拜拜。拜拜。